媳妇儿，我回来了。老公，我在这儿。今天就剩咱们两个人，来吧。媳妇儿，你听，这个世界突然安静了下来。最主要的是，我们俩可以完全放松。对，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再也没有人管我们了。我们想怎么穿就怎么穿，再也不用管别人怎么看。让我们享受这二人世界。媳妇儿啊，浪漫的时刻来到了。哎呀，太浪漫了。小土豆。二驴子。二驴子踢土豆。不踢我难受。来吧宝贝儿。宝贝们，我来啦。哎呀我的妈呀，这俩孩子大白天点什么蜡烛啊。哎，妈，你咋来了呢？啊，我一寻思啊，你们刚搬家，肯定啥东西都没买齐。你看，我都给你们带来了。不是，哎，妈，哎呀，这冰箱里啥都有。对呀，二姑娘啊，妈可告诉你，冰箱里的东西要是搁天数多了不能吃，知道吧？尤其你怀着宝宝，咱们一定要注意饮食啊！好的，妈妈，现买现做。行了，妈，我知道了。那你走吧，再见。走啥走？刚来，我再瞅瞅你还缺啥。不是，妈，不缺了，就算是缺啊，回头这么方便，这现买都来得及啊。过日子哪能现上吊现扎耳朵眼儿啊？啥东西都得买齐去了，省着到时候憋死。行，妈，那我们那个该买啥就买啥，也不用你管了。那你赶紧走。哎，说话呢，妈来看看咱，这不是也是关心咱吗？是啊，妈啊，我们两口子现在都已经长大了，对呀，都是大人了，不用操心了。哎呦，是长大了啊！过去呀，你和妈妈、爸爸、大姐、大姐夫在一块过，对，油瓶倒了不用你们扶，对，现在不一样了。你们搬出来单过，两个小宝贝儿啊，这是对你们的考验。行，妈，咱考验可以改天再考，不非得今儿考是吧？好，行，那你先回去吧。那我回来啊。好嘞，妈。哎，那个门窗一定锁好啊。那个电器啊，那个插销啊，都检查一遍。知道。注意安全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回吧。哎，好了，我走了。走吧。哎，对了。门一定锁好。我知道，记住了。哎，妈，你把门给我锁上啊。好嘞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你说我妈这心让她操的呀！我的天哪，我这耳朵都要长茧子了。哎呀，当妈的嘛，可不都这样吗？但是媳妇儿，这是最后一次唠叨了，是的，再也没有人唠叨咱们了。